傍晚吃，我在说我在这边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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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
Test, test. 有声音吧？各位亲爱的亲朋好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在开始之前，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安息聚会是用主要是用中文来大家来发言，来就是祷告啊，那个唱诗啊，还有大家的发言都是用中文，因为是主要是顾到在有些亲属在国内不能来，我们会有一个录影，所以给他们看，所以我们用中文。So this announcement, this service will all the speech and the song will be in Chinese. So because some relatives in China could not come, so we'll record the service and let them to watch. So hope you understand this.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咱们开始讲，我们有些祷告。亲爱的大巴父，主啊，是主啊，我们来到主啊，我们陈玉敏医师的安息聚会，真是逝者已去，我们是无比的悲痛，主啊，也真是求你大能的手，安慰，还活在地上的这些我们的陈医师最亲爱的这些家人们，主啊，纪念陈医师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还有四个孙辈，他的儿子、儿媳因故不能来到这里，他们在上海，主啊，他也是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求你大能的膀臂，主啊来护庇这一家，安慰他们这样悲痛的心灵，主啊，你是我们的安慰者，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蛮有安息，蛮有平安，主耶稣啊，主啊，真是在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真是经历这样悲痛事情，我们仍然能够坚强的站住，主耶稣，继续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阿门。大家，我们打开手中的那个单张，我们唱第一首诗歌，《惊人恩典》。Yeah.
下面的时间交给那个搜伦教会的周德镇牧师，请他来对这个家属和有一些讲话。各位亲戚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陈玉明老医师2021年8月26日傍晚7点多在克利夫兰过世，离开我们，享年90岁。陈老医师1931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先后担任上海徐家汇中心疾病普通外科医生、上海血吸虫研究所外科主任，从上海纺织局第三医院肿瘤放射科主任职位退休。改革开放后，他被任命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放疗科主任，主导从英国引进中国的第一台直线肿瘤治疗加速器。陈老医师退休前是上海市红十字会专家组成员，并兼任了多家医院的医学顾问。我们的陈老医师与陈妈妈秦桂芳老师结婚65年，有2个子女，女儿陈荣，女婿徐岩，儿子陈耀，儿媳王杰，4个孙辈 Roy、Renee、Claire、Ryan。 我们的陈老医师，他不烟不酒，没有不好的习惯和嗜好。在大学时，陈老医师曾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常以此为自豪。陈老医师十分注重家庭，向来都把全部收入交给我们的陈妈妈秦老师作为家用。他个人口袋里除了公交车的月票外，只带少许急用的零钱。他从来舍不得自己个人在外用餐，即使单位发放的礼品，他也不会自己打开享用，都是全部拿回家跟家人分享。家人的幸福快乐是他最大的安慰。陈老医师是家里的小儿子，婚后跟父母住在一起，视亲至孝。在上海时，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楼先向父母亲请安，然后再返回自己一楼的小家。在文革期间，他在工作上受到不少的委屈，受到许多的挫折。作为家里唯一的中年男子，他是整个家庭的依靠和寄托。在那个年代，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他尽量的不把痛苦的情绪带回家。儿女们回忆，当家里已经装了电话，记得大多数打来的电话都是来找陈医师，而且极大多数是从医院打来的，关于工作上的事情。当时
家里常有人来拜访，多数是亲戚或是朋友带来看病的，或是请他介绍其他的医生，从来没有看他拒绝过任何一个人。陈老医师的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很好，他喜欢写字条交办事情。儿女们回忆，每次回国要办些事，他依然照着他的老习惯，写张字条去找他的老同学。在他眼中，人间不老，友情永存。当孙辈们陆陆续续出生后，儿女们从爸爸的眼中总是看到他的欣慰，他的开心。在儿女的回忆中，陈老医师说最多的常常是：长大了想做什么？钱够吗？还有，如果要回上海去工作，告诉我，我帮你找人。这几年他的身体我们知道慢慢的虚弱，子女们孙辈们常陪他打纸牌，帮他锻炼头脑，延迟老化，这成了他晚年娱乐生活很大的部分。他打纸牌的时候幽默逗趣，返老还童可爱的特征让儿孙们不能够忘怀。有他在就有欢乐，有他在就有笑声。儿女记忆中的爸爸更多的是他的付出，他甘心的付出，他乐意的付出。不记得他对自己物质的生活提过什么要求。我们敬爱的陈老医师走了，他留给家庭、儿孙、亲友、同事永远的回忆和怀念。陈老医师他不会开车，但他一直是儿女孙辈人生旅程的 GPS， 人生旅程的导航。特别是每次到了人生的岔路口，有他在就知道当如何选择，有他在就知道如何往前走。那么多美好的日子，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无限的感恩，不尽的感激。各位亲戚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人生是很短暂的。圣经诗篇七十八篇三十九节说到，人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第四节也说到，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诗篇三九篇四到五节，诗人对人生有深深的感悟。诗人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我们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们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新约圣经雅各书
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提醒我们，哎呀，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各位亲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岁月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是客旅，是寄居，是做客，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好比我们在克利夫兰当趟，我们坐 Amtrak 从克利夫兰到纽约，我们都上车了。在旅途中，有人先下车，有人后下车。不管富有或是贫穷，有学问或是没有学问，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总有一天，各位亲友，各位弟兄姊妹，总有一天，或快或慢或早或晚，大家都要下车，大家都要下车。在圣经里，老摩西说到人生，主的仆人老摩西，他年老了，他参透了人生。他在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他说到：“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敬爱的陈老医师是妻子心中的好先生，儿女孙辈的好父亲、好爷爷，同事病人心中的好医生。他这一生人心人数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如同儿女孙辈对他的怀念。他的一生勤俭刻苦，他的一生事亲至下，对于妻子儿女挚爱。末了，我们再读一些圣经主的话，和大家共同勉励。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三十五节、三七到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时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启示录七章十五到十七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感谢陈老医师在世的时候所有的付出，我们也接受他的关爱。我们求我们的主不让他一生任何的美善被遗忘，他所看重的人事物，他的核心价值继续为后人所尊重。他无私的付出，他无私的奉献，继续成为家人子孙们的福气。我们恳求慈爱的天父保守祝福陈玉明老医师的家人亲戚朋友，大家平安，盼望大家我们有朝一日能共享永生的福分。谢谢周牧师。好，现在我们再来唱一首歌，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单张的中间那首，叫你扶持我，英文是 You Raise Me Up。困倦乱落的时候，困难临到如重担压心头，我忍住你在寂寞之中等候，直到你来陪伴在我左右。你扶持我，我能攀越过山岗。你扶持我，穿过暴风巨浪。我很坚强，因能依靠你背膀。你扶持我，让我毫无想象。困倦乱落的时候，困难临到如重担压心头，我忍住你
下面请家属来分享。首先，谢谢大家花了时间来参加爸爸的葬礼。弟弟近几年在上海工作，因为 COVID 的原因，这次他不能来参加告别仪式，很是伤心，特写了中英文的悼念文章以表示他的怀念，并希望能把他的文章弄一份 copy 放在爸爸的棺木里让他带走，表示他的一份怀念的心意。我们亲爱的爸爸于2021年8月26日晚间离开了我们。那天晚上6点半左右，妈妈急急地打来电话，说爸爸吃饭时呛了，好像没有了呼吸。此时的他已请来了楼里的经理好朋友，也已打了911的电话。妈妈还依然在为爸爸拍背、举手臂，希望他能通过这样的解救方式让爸爸磕出喉里的东西。我告诉妈妈，我说不要着急，我马上就过来。我跟徐岩、克莱亚一起急急地开着车就赶到了。当我赶到他们的那个公寓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在楼下。我看到救护车的人员从楼里把爸爸抬进车的时候，爸爸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我要求救护车人员让我一起参加在车内的抢救，但没有得到同意。我只能和徐岩开着车紧紧地跟在救护车后头，去了 Cleveland Clinic 的急诊室。克莱亚上楼去陪着妈妈。在急诊室里，医护人员又抢救了一段时间，但爸爸依然没有能够醒过来。我在第一时间把爸爸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和告诉了弟弟。抢救终止后，我和徐岩到了爸爸的病房里，站在爸爸的身旁。爸爸闭着双眼，就像他平时躺着睡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再也唤醒不了他了。爸爸平时就有声带麻痹的问题，最近以来因为比较虚弱，每次吃饭他似乎总是有一点呛，但他都不愿意带一根我们叫做 feeding tube 的那个管子。以前也曾经跟他装过，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被拔除了。大家都似乎习惯了爸爸边吃边呛的这种症结，但这一次他实在太虚弱，他咳不出来了。在我的要求下，医院的护士们同意让我自己为爸爸做清理。他们给我拿来了许多干净的白毛巾，开好热水池，还关照我如果有需要帮助他们就在门外。
我为爸爸轻轻地擦着身体，呼唤着他，爸爸爸爸。我是多么希望能用温水，用我手心的热度，能重新把爸爸唤醒，但一切都无能为力。最后我徐岩和护士一起帮爸爸换好了衣服，穿上了那个厚厚的袜子，送走了爸爸。爸爸永远地睡着了。上周四那一晚过得好艰难，我们在回收扔的路上，车子里就我、徐岩和妈妈，大家都没有发出声音，只有轻轻的哭泣声。以往爸爸总是坐在我的后面，但是这一次就再也没有了他。在从小的记忆中，爸爸就是我们家的主导人。以前有很多事情我们跟妈妈讲了，但她还是要通过爸爸的跟爸爸商量后再给我们答复。而老年的爸爸又像个孩子一样，整天跟在妈妈的身边，只有这样他才感到有安全感。我和爸爸的关系很亲近，记得我在年幼的时候，他常在台灯下看着我做功课。偶尔他也会参加我的学校的家长会，如果我们在学校里表现好一点，他脸上洋溢着喜悦，回到家后就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糖点作为奖励。爸爸话语不多，但他对我们的关爱处处体现在他的行动中。在文革期间，我们在我们小学的一段时间里，有一段时间我和弟弟天天去车站等他。下班回家，他左手牵着我，右手拉着弟弟，走过那小巷回到家里。弟弟把拖鞋，弟弟把拖鞋给他送上，我给他穿上颇有几滴花露水的湿毛巾。现在想起来，这一幕一幕是多么的甜美甜蜜。那轻轻的花露水的香味，今天早上似乎有在我的眼前飘过。还记得大学高考的第一天，爸爸让妈妈给我买一根油条，煮两个鸡蛋，说这样可以考100分。但他又怕我太过紧张，太过压力太大，就轻轻地回过头来跟我说，考不上也没有关系的。填写大学的申请表，我也是在爸爸的帮助下完成的。他希望我能学医，能和他成为同行。最后我考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跟他成了校友。我见到过爸爸做医生时对病人的态度，周末被医院叫去处理病情时，他从没有怨言。家里有亲戚朋友来访，他也是有求必应。那一年妈妈胆总管结石，病情危重，亏得我们有一个能及时做出决定的好父亲，让妈妈能够转危为安。克利亚出生后，爸爸妈妈来到了这里。爸爸当时在上海是红十字会特聘专家，也有不少的职位，但他一点犹豫也没有，就跟着妈妈来了。当时我们除了孩子出生时需要爸爸妈妈一些帮助外，更主要的也是希望父母能够来这里和我们一起享受天人之乐。爸爸那时最开心的就是我和弟弟两家节假日的互访，
他享受到了全家团聚式的欢乐。今年爸爸确实苍老了许多，饭量少了，走路也慢了，声音越来越轻了。正好两周前 Renee 和 Ryan 来课程，爸爸非常的开心。他耳聋，听不清楚别人的对话，大家笑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笑。那一晚我们去了中国餐馆，在饭店里因为他要呛，爸爸吃的很少，但他依然忙碌着给这个倒水，给指着那个人多吃一点。爸爸是个热爱生活的老人，晚年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画画，妈妈也就是他唯一的粉丝。妈妈看到他画完以后还常常会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爸爸今天的画画得很不错的，然后爸爸就会在他感到不错的画的旁边做上一首打油诗作为礼物送这个人送那个人。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刻是多么的令人留恋。爸爸来美国后生活上也是很充实的，弟弟在美国期间他时而在我们姐弟两边住住，有一段时间他每年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各单留半年。他曾和妈妈和弟弟的岳父岳母一起周游了欧洲多个国家。爸爸，我曾经答应过你，等月经过后，我们在一起去旅游，在一起回上海。跟您说过，上个周末你回苏伦要去理个发。今天看来，这一切都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爸爸走了。我的人生和爸爸竟然已经划上了句号，我没有了爸爸。但他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们一直沟通，永恒不会消失。爸爸，我向您保证，在没有您的日子里，我们会好好的把妈妈照顾好。我一直会遵循你的教导，做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爸爸，你走好，你安息。你永远在我的心里，我永远爱你。我岳父陈玉明久病之后于上周四傍晚离开我们了。他走的既在我们预料之中，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生命体征明显的减弱，但又走得十分突然仓促，只因晚餐时吞咽阻碍，一口气没上来就突然的走。这让人不得不感叹生命之脆弱，瞬间就是生死离别。我岳父是1997年十月在我女儿 Claire 出生之前几天来到美国的。
并在17年前的今天，2004年9月3日，成为美国公民。岳父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他的前身就是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上海多家医院工作过，离休前是上海纺织局第三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行医治病40多年，救死扶伤无数。让他感到骄傲的事是早年参与了中国根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成为当时国内几位可数的血吸虫病学者，是华东地区有名的脾脏切除专家，另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成为第一批赴英国学习的医生，参加开辟了国内放射治疗医学的事业。作为外科手术医生，他有几个职业习惯，一个是吃饭快，他常说手术时留给医生吃饭的时间只有10几分钟，所以养成了习惯。二是早起，我现在的外甥也是当那个外科医生，他们4点多就得起床。三是从不迟到，岳父热爱他的本职工作，来美后常怀念以前手术台上的工作，以致我岳母经常让他在厨房里切盐水鸭来安抚心灵。我太太陈荣和外甥 Roy 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的，陈荣还成为了他的医学院的校友，妻弟陈耀也是在他的教导下学习了物理学专业，然后又学习了管理，成为了美国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的高管，这些都让他感到欣慰和骄傲。岳父是一位慈爱的长辈，他爱他的家人，与岳母夫妻情深，即使晚年得了 Alzheimer 疾病，走路时总不忘记搀扶着岳母，帮他提重物。我女儿 Claire 是在他身边长大的，得到他的垂爱最多。他以前常说，如果不是 Claire 在美国出生，他也许还在中国行医呢。岳父总是问他的儿孙们，他有什么事情能帮他们的。虽然他除了医学外，对其他事情懂得并不多，但他那颗爱心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外出吃饭游玩的时候，他也是不顾长辈的尊严，抢着为众人开门，端茶倒水，对家人和朋友的爱是由心而发。岳父就这样离开我们而去了，留下了一群爱他的人们。他走得匆忙又这么平静安详，离他90岁的生日只有90天。不管是依中国或美国的习俗，他都算是高寿。这样的葬礼我们叫做喜葬，我们在这里庆祝他光辉的一生，祝他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安息快乐。谢谢。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for everyone here today and all those who have expressed their thoughts and condolences.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us, I'm Roy. I'm Renee. I'm Claire. And I'm Ryan. We would all like to take this time to share some words about our grandfather. Ever since I received word that Adia had passed away, I've been at a loss for words. When I was putting together this eulogy, I struggled finding a way of condensing his impact on us into such a small time. Today, you've heard some stories, and you'll continue to hear about our memories of our grandfather and the lasting impression he's left on every life that he's touched. Memories of his strength, intelligence, and his kindness. As I thought back to every interaction with our grandfather and looked at every photo that we could find, I was trying to sear each moment into my mind. I realized that all of my recent memories of him share a similar pattern, similar thought. Our grandfather was kind and compassionate to his core. Every time I saw him, I was greeted by a large, toothy grin. Sometimes he was simply happy to see me, but many times he'd forgotten that I'd been stopping by. Despite his failing memory, every time I visited, he would find some time to sit down with me and offer his help, whether that was advice in general about life or offers to reconnect me with some of his old colleagues as ways of helping me any way that he could. Regardless if it was a patient, a friend, or family, our grandfather would go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back if it meant helping someone else. While he lived a very full 89 years, and I'm grateful to have had him more than most, there's so much more I wish I could have shared with him. We will forever miss his warm smile, we will never forget his love, and we will always be inspired by his kindness. May he rest in peace.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I think of our grandfather is his strength. Every year when we would come to Ohio to visit family, I would watch him arm wrestle with my brother. I would watch as their hands pushed and pushed until finally our grandpa would emerge victorious. He'd raise his fist in triumph, then pat Roy on the back saying, "Better luck next year." Every time we visited, he would ask us how we're doing, what our grand plans in life were. And when I was little, I could share my favorite drawings and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ubjects in school. As we got older, I could share my exciting college and career news. No matter the news, he would clasp those strong hands around mine and give them a firm shake of approval. He would tell us how happy he was for us and tell us to reach out if we ever needed anything. As our grandfather got older, he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sitting with us each one at a time, checking in and affirming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our lives with a firm shake, a thumbs up, and a smile. No matter how uncertain I felt about the news I was sharing, I found comfort in his quiet strength. I will always be grateful for his support and hope to carry out his legacy by holding on to his strength to share with others. My grandpa was such an important and impactful person in my life, and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put into words the full essence of who he was and how much he means to me. When I think of my grandpa, I think of how clever, caring, and fun he was. Most of my childhood memories with him involve him making me laugh. I remember the times I was tucked into my grandparents' bed and would get scared by the sound of knocking, only to realize it was my grandpa pulling a prank on me. I remember so many times he would tickle me until I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and would ask him to stop, only to ask him to tickle me again because I didn't want the fun to end. I remember so many times when I was having a bad day and my grandpa would do something small just to make me smile. I remember countless fun nights of playing cards with my grandpa, grandma, and mom, and enjoying each other's company.
My grandpa was always so much fun to be around. And as I got older and started dealing with my own hardships, also, I saw how much my grandpa just wanted the best for me and wanted me to have a life that made me smile, laugh, and be happy. My grandpa was a rock in my life, solid, strong, and unchanging. And no matter what kind of day I would have or what stage of life I was in, he was someone who never failed to provide me with comfort, care, joy, and peace. In the later periods of my grandpa's life, my grandpa didn't have as much to say, but he never stopped caring about his family and wanting us all to have fun together. The image of him smiling at me anytime I had news to share or whenever I was acting silly is one I will always have embedded in my mind. I will always admire my grandpa, and I will love and miss him forever. His legacy lives on through so many cherished memories and all the ways he impacted me and all of us who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him in our lives. Thinking of Adia, I recall all these small details that I never took note of as a child. Even in later years, he still kept an eye out for opportunities to help family. The other week, even having lost much of his strength and his voice, he would still reach out to put the dishes away or call out in restaurants to get the tea refilled. He was deeply devoted to offering his care and service to those around him. Time is unrelenting in how it changes all of us,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but these are parts of Adia that have remained untouched in all of my memory. I ask each of you to please keep our grandpa's name alive in your hearts. We were each touched by his presence and are better because of it.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and for making his life so meaningful.你能依靠你背包。
末了，我们再有一些祷告。阿门。哦，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今天陈玉敏医师，哦，主啊，我们本来都是哦，你从尘土中把我们所造，主啊，所尘归尘，土归土。哦，主啊，今天这是陈老医师，他歇了他在地上的工，哦，进入了安息。哦，他这一生的年日真是活得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哦，他真是治病救人。哦，主啊，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哦，主耶稣，就是求你真是在他，哦，在他，主啊，让他真是能够得享这样的安息。哦，哦，主耶稣也纪念主啊，陈老医师的家人，他的妻子秦老师也是我们的秦姊妹。哦，他的在上海的儿子。儿媳，还有在这里的陈荣医师和徐老师，还有他的四个孙辈，哦，真是我们都舍不得哦，看到他亲人离去，哦，你来亲自来做他们的安慰，用你大能的膀臂护卫他们，叫他们尽快走出这样失去老伴、失去父亲、失去爷爷的这样的一个伤痛，让他们真是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行，哦，主啊，真是相信陈老医师他的精神，他的教导是永远不会离去，永远活在亲人的心中，对吧？真是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是缅怀陈老医师，哦，他在地上所行、所说、所做的，对吧？真是让我们真是深切的悼念、缅怀我们的陈老医师，哇！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下面我们最后就是请大家来，就是来向最后向陈老医师告别，就是来瞻仰一下遗容。然后在告别之前，我有几个事情需要报告一下，就是徐医生和陈荣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些 lunch box 在那个大厅，如果我们大家就是等一下完了以后就从这个门出去，然后去领一下。然后就是如果要去墓地，等我去墓地安葬的时候，等大家再回到这个厅里，就是在这里等待，我们会有安排。好，我们瞻仰的时候从最后排开始，然后依次往前走。你们好。This one.